宠物饲养师除了关心你们狗狗饮水的健康，还有什么？我们还会关心流浪动物，对不对？你们爱不爱流浪动物？爱自己的动物也要爱流浪动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呢，现在把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流浪动物基金会以及莫比的主持人，好不好？掌声。